约的教堂特别多，而且很多人在礼拜天都会到不同的自己的教堂里去做礼拜。那我们就到这一间来看看。今天做完礼拜，好像有这个人在唱歌，我们就一块儿进去听一下。音乐结束了，唱得非常好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